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是2020年9月6日。中共的官场上，几乎每天都在抓人，这边抓那边提拔，也非常热闹。刚才看到那个中纪委的网站披露，说青海省啊有个副省长啊，这个才上任了这个40多天啊，这个7月22号。才任命为副省长，结果现在就被抓起来了。只不过这里强调一个细节呢，本人投案自首。如果你认为他仅仅是一个腐败案件，我认为那你就可能就这个简单了一些啊。你想一想，副省长这个级别的，那也是中组部也要管一大半，是不是啊？那当然，如果是正部级的、省部级的、中组部，可能完全这个选拔呀、这个了解情况、请示上级等等，审批有程序。但是副省级，我估计那也是中组部要过问的，是吧？中组部和可能和省里这个有关部门吧、组织部门，那都一起研究，都非常的这个慎重。那么为什么，刚上任就马上就拿下来了？这和现在的形势有关系。你不要忘记了，刚才我讲了一半儿，他有一个职务是什么呢？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。这就是现在这个形势非常紧急啊！习近平为什么搞一个西藏会议？那就是因为已经看到了这个西藏这个地区啊，少数民族地区啊，包括西藏在内，内蒙啊、新疆啊这些地区不稳定。由于中共实行这个政策都是大一统，从上到下的极左的路线，倒行逆施，违背这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老百姓的意愿。你就像为什么蒙古发生这个万人的这个抗议活动，那就是抵制。强行的汉化教育，是不是？那么形势危急，靠什么？靠官员，怕官员不听话，尤其是担心什么？有一些官员同情老百姓，是不是啊？所以现在选这么一个典型，他既是副省长，那青海也属于偏远的这个少数民族、多民族地区吧，民族矛盾比较复杂地区的领导干部，又是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，找这么一个典型，马上给他抓起来。但是为了忽悠老百姓，你如果直接讲抓起来，是不是给人感觉就太直白了？做做工作，让自己先投案自首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人兼职务兼的很多呀，副省长还是州委书记，还是财达木。循环经济试验区党工委书记叫文国栋，说投案自首了，现在正在接受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的调查。这共产党玩权术玩的是真高啊！不过你毫无疑问，肯定是贪官。为什么人人贪？由于这种政治体制，一党执政，再加上一人独裁。你想，在这个金字塔顶尖儿，在中南海决策层。那就是习近平是大权独揽了，但在青海这个地区呢，这个文国栋也是大权独揽。你看他是副省长，这官儿够大了吧？在青海这么大一个省，他得管理好多部门。我没查阅他到底分管哪个领域啊？那肯定也权力不小。同时还是什么呢？海西蒙古自治州书记，同时还是财达木循环经济实验区党委。党工委书记，你想他能不贪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还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。也就是说，这种官员太多太多了，一抓一大把呀，带病提拔，原本就有问题，只不过是按照政治形势的需要，想叫谁落马就谁就落马，用这个办法来警示其他的这些藏族啊，或者是蒙古族啊，或者是这个蒙古族或者是这个达斡尔族，是不是啊？
还有这个新疆的这个少数民族啊，等等这些地区领导干部告诉你要小心了，如果你不好好的和党中央保持一致，这个不服从习核心，你想搞事儿，就拿你腐败的事儿就拿出来，让你应声落马呀，是不是啊？你看这个书记他自己这个资料显示啊，说他是68年出生的，现年才52岁，也比较年轻。说是青海这个西宁人呐，这仕途一直就在青海。说最早的时候，我看在网上的简历是87年，80年代啊，当这个初中教师出身，然后呢是做这个广播电台的这个记者，那可见文笔不错啊，又能讲能写的有点文采。所以91年的时候就担任什么呢？一个县城的这个县委办公室秘书。给领导写材料哈，然后当这个秘书科长。后来呢，96年的时候就当了这个青海省海北州办公室里正科级的秘书了。那么96、98呢，就是升了副县级了，还在这个州啊当了督察员。那么98年呢，青海海州委办公室主任了，这提升很快啊，一路上升，我就不去详细列举了。那么到了这个10年的时候，那就是青海省海西州委常委、副州长了。在这时期还当了组织部长。你想，在整个这个青海省啊，这个玉树州啊，就干的时间比较长。这个可以这样讲吧，属于地方实权派人物。你想干了这么多呢，一二把手，大权在握。青海虽然贫穷，但不要忘了。这个资源大省啊，矿很多啊，铁矿、铜矿、稀有金属，是不是啊？你像有了矿以后，开采、勘探、办执照，这个经营、招商、销售产品、安排人事，那手里呢权大得很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要腐败，很简单，人人都有啊。也就是说，他在担任这个海西州委书记啊，还有这个。实验区书记的时候早就有问题，上级组织部门不了解吗？了解，但是那时候形势和现在不一样，是吧？现在需要他，以前是需要他这个给共产党做事情，这个现在是需要你落马当个反面教材，是不是？那么，但是网络我看消息讲说，好像他这个出事啊，说也不是偶然的，说是因为他这个。在他管辖这个范围内，也出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他的同事、下级或者上级的腐败问题。说是新华社主管的有一个这个经济参考报发表了一篇文章，讲到什么呢？说青海的隐形首富叫祁连山非法采矿获利100亿，至今未听一闻。就讲到这个地方说，那个有地方很多有煤矿。煤是这个黑色的这个黄金呐、啊，不要看那些小煤窑啊、大煤窑，这个煤里边的工人就很苦啊，叫煤黑子啊。这但是啊，老板们很赚钱，和什么管理部门的官员手里有权呢、啊，一权谋私赚钱很容易。所以那个地方说是这个存在这个破坏资源啊。这个煤矿露天非法开采问题严重的问题，说是这个8月9号，青海官方曾经调查，这个披露啊，说是这个对这个董事长马绍伟等这些人采取了措施，说马绍伟这些人呢又和这些当地的这些官员呢勾结在一起，这肯定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因为你现在是一党执政，这个领导大权在握啊，你办什么事儿？你那个矿的这个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如果说上级没有人的话，你怎么能当官？那你当上之后，你肯定要表示表示，请客送礼之外，还要给钱给物，安排子女，转移到海外也说不定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报道当中讲到什么？说是这个青海呢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有一个常务副州长，也是这个管委会的副主任。这个管委会的常务副主任，
你看这么多官儿啊，要主任、副主任、常务副主任，完了那叫梁燕国，是吧？还有一个领导干部叫李永平，是管委会的专职副主任，兼这个牧里煤田管理局局长李永平都被抓起来了，因为那地盘太大了啊，官也多呀。这个我都有体会，上个世纪也经常去采访，我记得特别有意思，到那个这个齐齐哈尔，那宣传部啊请我们吃饭，坐下来以后呢，这个领导比较忙嘛，是一不是一下子来领导就是见我，是逐步来哈，先是来一个副部长，完了新闻科长、新闻处长，然后过一会儿又来一个领导。那么先来呢，就介绍说这是我们的这个宣传部的副部长，就是我们那个阿波沃什。这个喝一杯酒，过会儿又来一个领导说，这是我们的这个主管副部长。就刚才这是个副部长，还有主管宣传新闻的副部长。再过10分钟又来了一个，也是部长，什么部长呢？宣传部常务副部长。等到这个酒过三巡了，饭吃差不多时候，快到高潮了啊，大家都很高兴的时候，领导大领导姗姗来迟了，叫什么叫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，这就已经到一定规格了。因为那时候我在文汇报东北办事处是头头嘛，头头来了，人那个部长肯定要见你，这但是比较忙啊。那时候就当笑话讲。你说一个宣传部有部长、副部长、常副部长，还有部长，所以说中国这个官员，我给他看这个想起过去的故事就想笑。你看他这些官员有多少，有多少贪多少，都是腐败分子。所以说是8月13号啊，就青海纪委监委的网站就公布了，说是刚才讲到这个叫李永平啊，已经被拿下了，被审查。说是8月27号的时候，另一个叫这个副部长，这个不是副部长，常务副局长叫马承德，也涉嫌犯罪抓起来。说是还有呢，说此前报道说，在有一家名为青海省性侵工贸工程集团这个企业，说也在这个地方啊，在祁连山这个南麓腹地，在这个煤矿进行掠夺式的这个开采呀、啊，说公司董事长马少伟有个外号叫什么？青海的隐形首富。一般来讲，首富都是搞资源的，其实都是官商勾结啊。这个你想，这么大一个矿给一个个人，心在黑，那个煤黑子就老百姓干活的赚不多少钱，钱都进了这个领导手里了。那领导有了钱，给往上送吧，是不是啊？要隐形富豪。说14年来，他盘踞在这个矿区非法开采2600万吨的，获利150亿元人民币，就太吓人了。你想手里有150亿花不完，那不整天就行贿受贿、吃喝玩乐，这个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是不是啊？黑暗呐、啊！所以说这个问题，据说是这个涉及到了啊。刚才讲到这边叫，就我讲到前面就忘了，叫文国栋。这个副省长，那可见总共这个官场，这个人人贪呐、啊，大贪、中贪、小贪，抓大贪抓小贪，抓中贪、中贪抓小贪，人人贪。说是媒体报道说，2017年到2019年啊，说是北京先后2次下派叫做环保督察组进行督查，说这个矿就停止了。那么现在就开始抓贪官了。给人讲的煞有介事，其实不是。我个人猜测啊，我没有说内部消息啊，猜测了吧，大家就当笑话讲。我认为是根据目前的形势啊，中纪委这个故意找这么个案子，拿出当典型哈、啊，来警示其他的官员，告诉你们要好好表现，贪一点表现，不要站错队啊，一定要和习核心站在一起啊。只要是习核心这条线上，贪也没事儿，是不是？那么今天的海外奇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，谢谢，再见。